所以我们希望民进党能够督促赖清德来办听证会，把这件事情厘清。但是我相信他们是不敢的啦，因为赖清德说了非常多的谎言，等一下有时间的话我们会一一说明。第三点，我们希望民进党要表态反对台湾的土地腐烂征收政策，而不是只是去表态在那些国民党执政的区域进行那个反对而已。那并透过立法院的系统来进行修法，停止土地征收悲剧的不断发生。第四点，我们希望民进党党内尚存良知的少数政治人物，应该要节制现在的民进党当权派跟赖清德继续侵害民权的做法。第五点，我们希望全国老百姓应该透过本案认识民进党政客形象包装下的虚伪行径。那我的看法大概简到这个样子。那有关于赖清德他在这个案子说的十几点谎，因为非常非常琐碎，所以事后那个等一下如果有时间的话，我再做进行补充。那现在我们请徐老师帮我们，我们现在请那个仁德区居民发表他们的看法。我是一个草地人啊，比较捧。这个是仁德区。我是草地囡仔出身的，所以讲我讲，我算伫个草地搬来起来。我是台南市林德区吼，即杨姐，搬迁户就对是来遮。我当时想讲，家己买一间厝吼，还佫改修开百几万，即摆赔我200几万，我看无倒个。我最近为着这间厝，我嘛是咧找啦，找拢1000多万，看较有可能讲，阮会付我当佫买一间厝。所以讲，伊讲哦，偌清点哦。偌清点，市长伊嘛讲啊，真好听，我伫心里有听到啦。伊是甲人讲，伊要，你阮若有啥物无同意，还是讲有啥物不满哦，伊要去管了，甲人拜访，根本也无影无一只啦。哦，啊，即摆听到讲啥物，阮同意，根本我都无同意啊。我干那开着，我开100几万无要紧，我。佮赔我200几万，我是要安怎佮生存落去？阮太太最近嘛无福气去中风啊！啊，中风了，我是要安怎佮生存？我即摆目前嘛是临时工安尼个，所以讲伊讲，阮同意，阮足无接受啦。即我一定无同意。简单几句啊！我嘛毋是讲无爱哦，即个公共设施哦，公共化反对，我无爱反对。总是赔我了啊，有阮讲，阮出力有分人食就好。是简单我两讲个，谢谢。那现在接下来请那个宜安市仁德区居民的郑先生发言。我起也是住在那个仁德区那雅航街39号。我像我们夫妻从年轻打拼，就只有一间透天房子可以住。他一直公文来说，哎，你们这一间房子只值透天房子只值280万，叫我们说。就是行政命令如果来就强制征收，就我们一定市价跟你估，你就是这么多。所以可是我去到处去找房子，我如果要找一样透天的房子至少都要上千万，光现在公寓都至少要500-600万600-700万起跳，我根本连找我都不敢去找。同时两个夫妻也都很老了，他五十几岁了，都快退休的年龄，你说叫我们说房子拿走了，我们要去住哪里？他一点都没有来跟我们讲，就说啊，我这样已经给你以市价补偿，这样就抵过去。我觉得这个不是我们，我跟谢先生一样，我们没有反对那个市政府的建设，公共建设是应该是，我们就知道说那个建设下去，铁路地下化建设下去是对台南是有利的。可是你不能说以政府的公权力来。强调说，我叫我们这几户要来牺牲，哦，所以尤其说老的已经老的不能没办法住，已经住在那边好几十年了，也年纪也越来越大，也没办法再买房子了。政府这个应该要照顾那个，应该照顾我们这个，我们就只有一间房子而已，你叫我们怎么办？去当无可无你去睡马路啊，还是去直接去睡铁轨？哦，那如果强制在这样强制这样征收下去，强制执行下去，搞不好就是可能就是我们就钉子户，或者就直接就搬去铁轨住了。哦，我们没，以上是我的表达的意见了。好，谢谢。
那我们现在请那个徐世荣老师。